三、二、一。完了，三个断一断就四个，哦，这个很快，五个，十七秒，你应该一样的，一样，那双冠吧，不用不用，打印打印，司法宁司法宁司法宁，是不是游戏完事了？嗯，对，你看我经常玩了，对，我经常玩了，三次，对，打印。第三轮的冠军是张思帆，我还没有。你去，你去去去去去，快去！你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我嘴小。哦，跟嘴没关系。但你活儿好，身高。说啥？活儿好还不粘人。徐云轩，你那坐姿是怎么回事？他看多了那个，看那谁学的？葡萄。看多了吃葡萄。这这这。叫 Siri 说 ，Siri 已经看得特别开心。Siri 现在觉得我们晚上还有游戏是吧？这一周有的捡。晚上还有游戏啊？还有游戏。Siri 觉得这一周有的捡东西了。故意的吗？搞五分多钟走开。没有。真的吃吃三分多钟也是真的厉害。忒棒。三分十秒那个真的可以。真是明明可以一分钟完成，是非延伸到三秒也不容易。还没有呢。很多人会拿着你吃葡萄那个视频，晚上做一些事情。试一下你。我们再试一下，三只关注，张子枫。不信，不信。